从 HA， 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你怎么会拉扯呢？把你，挺骚啊！他很聪明，先把治疗摁。我的点燃没有减他那个治疗效果，但前期的治疗太垃圾了，治疗只有80。这人聪明了，他知道我想干什么，但他计算不好我的伤害。好，点我还是很痛。精彩！背叛！没闪，给你养。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什么都没有。他还这样压线，打野一来他就死。又一个！快来呀，兵线快没了，兄弟，真的。兵线要没了，我去给他 A 两下，不然他把兵线推完他走了。我去给他，让他 A 我两下。啊！雷龙没呀、啊！我他妈等你半天，你。烦死了，大哥！这种他妈一抓就死的，你他妈搞这种，哪怕不刷野，直接来他都死了。一直被点的话还是很烦的，要等到中期就可以收拾他，前期还是不太行。我要是打野我就来上路击垮，我不知道他玩女警上单女警这样子压着不抓的，他妈的算了算了，自己想办法解决了。他打野很毒我呀，什么技能也不留的，指哪打哪儿。又一个，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有点夸张，妈技能全空的，除了 W 没空，有点害怕他，说实话。当心炸药，把他们连起来，死亡的潮汐。别个反应，后面压了一波血。只要出完西兰刀能拿到线权就完全可以。大海没有尽，我有给塞拉斯上，没闪应该可以上。狙不死吗？像之前兵线处理不了，一直被推线，被他在塔下点，太他妈痛苦了。
是吧？除了三速先刷刷，不回就好了。60点一速，两速鞋是45点。尤其是前期能杀他一波，如果是带不灭的话，他直接就不用玩了，这经验可能都吃不了。你不超鬼就是你和打野菜，放屁！我前面杀了他一波，他闪现治疗全没了，我直接放了兵线，然后这个逼人被野怪打死了，然后我直接被对面打野越他。三速鞋他风筝不了我，我移速很快。火轰鸣。哎呦，难受死了，我还没抢掉。你怎么挂机了？Fly motherfucker！Fly motherfucker！